我们大家一起来唱生日快乐歌哈。好，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项目呢，原来我们就有八大项，现在扩增到17项。过去政府的一个议题都聚焦在15%的这些老人是失能长照的这一群老人，可惜的是，我们更期待是去看到这个85%还健康的老人。我们重新要去思考，是我们所有的照顾不能要再仰赖外籍、仰赖别人、仰赖更多的一个人力不足的照顾服务员，而去思考是我们自己怎么用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帮助自己，从自助到他助到共助这个脉络。啊，这拢蹲65以上，看我较低，我都87了。来，在这边的大部分年龄都很大，啊，这些年龄很大的人，就是看到田地又没有办法种，啊，年轻人又不回来，所以他们的整个人生观哦是非常灰色的，是非常忧郁的。过来这边等于说我们是社福的这种服务，就是每天给一个老人哦一条鱼啦。我说每天给他一条鱼不是长久之计，我们要教他们如何自己钓鱼。啊，你如果自己钓鱼，你要吃什么鱼你就自己钓嘛。你65岁以后，你如何过得快快乐的生活，而且遇到问题的话你可以自己解决，这才是乐龄的真正的目的。一般谁哪有回报的，因为他小孩想要去跳回国，人就问说孩子你来这要做什么，要给他摸一下人就不要摸。好，哦，啊，现在吃老鲜，有人会当提供这种的，一个道具，这种环境哦，因感觉讲哦，因细汉无法度做的代志哦，现在圆梦，现在会当做。预备，开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为什么要每天握这个小球？就是告诉他，这个你在家里呀，啊，要能够活用。应用上啊，就可以加强你的肌耐力，哦，啊，你如果没有做的话，你这个血管啊不会畅通，以后打针哦，医生是打不到你的血管的，所以他就会心里就说，哎，这有道理啊，每一次啊，护士要拍他的手，找不到血管。第十个时阵哦，起来，啊，上山啊，一、二、三、四、五、六。一、二、三、四、五、六，我都无，都只只手拢遐尔。我为什么到中正？我就是有一个念头，就是咱整个这时段，拢最爱食药啊！啊，我食药的人，我是足不爱食药啊！我药啊都是毒啊！啊，恁哪遐爱食药啊？恁卖食药啊吼！恁来做运动卖先吼，恁都唔免去找医生，恁都唔免食药啊！你若来露营，你会当快乐、健康，啊，搁一个月赚30,000。啊，因头仔是听到三万，头前拢无咧听哦，伊听到30,000，讲伊嘛要来啦。啊，来的时候问讲，啊，一个月30,000是安怎赚的呢？啊，我就讲给伊听，讲你若来遮的时候，你的心情真好，啊，你的身体也真好，你就袂去予时势甲你送去养老院。啊，即卖若送去养老院哦，一个月，迄阵我咧讲的时候，差不多30,000+啦，即卖拢要4-5万。啊！你出来心情好，身体健康，你唔是一个月赚上来。不一定要昂贵的东西才能够达得到，老年人也蛮节省的。他要想要有一个动机，想要去参与这个运动，可能要买那么多那么贵的器材来使用，他可能
动机上就有一点限制。哎，比如说这只活力棒，我们这个主力训练，这只活力棒很便宜，就可以做得到了，你就不用再去买那个大的昂贵的机器啊，做那个主力训练，同样达到功效。打到嘴巴不来不停啊，大哥。你笑话无？你看在笑话？唔敢第二日对无？啊，有爱我无？其实长辈都需要关怀，你只要关怀他，你重视他，他下一次是为了要看你，啊，你把他们，哦，让他们为了要来看出来了之后，你才可以慢慢慢慢慢慢给他们加东西，循序渐进有负荷的。那现在都是多元的练习，每一样都很重要。你讲这台拢看会到的呢，啊，这个电视会播呢。妈，妈妈，哎，赞赞赞赞赞！生活才是日常，而不是只有照顾服务员来换管子、换尿布才是日常。因为生活每天快乐的生活，在邻居的互动当中，怎么善用彼此的力量来牵起一个他住跟共住的一个社会环境，会是未来我们要去强化的部分。陈怡凤，我是在这里住了四十几年的，我们这边的住户，然后我家就在这个剧场附近。你敢捌红色过敏？唔捌啦，第一届哦。哦，你第一届就好我哦，有够好呢。这都是社区的老人嘛，哈，然后我也会老，所以我就说，啊，就在这边小老人照顾老老人这种心态，然后来照顾这些在地的人。谁说有加较白呢？无你拄啊把。你搞要收爸爸，不用让那些年轻人在工作的时候还要烦恼他们的老人家没有人陪伴呢。你要办夸奖他，然后哇，你的皮肤好漂亮哦，哦，我几岁啊？哦啊，可是看不出来耶，你要跟他互动。来这边没有病的，来这边他在家里不愉快的就会慢慢抛弃掉，来这边就是要高兴，要学习的，要高兴。但礼拜我们把他这个小周末让他终结起来，我们有我们的足部护理，有我们的芳疗，甚至还有我们的玩脸，还是化妆，这些让长辈都很喜欢，甚至有些长辈他也慢慢在学习，啊，学习你就会进步，对他的智力就会有帮助。我们这样看，我以前不是这样的。我妈妈她是因为她九十岁的时候就开始有自闭症了，然后她在93岁那个时候啊，她就是到日照中心去。阿姨，你是校护就对了，哎，学校的护士，哎，啊，你保养得很好嘞，你都没有白头发嘞，哦，家校人。哎呦。啊，因为我妈妈她本身是受日本教育的，所以她的整个的生活什么都是非常的严谨有秩序。那结果就是有一次母亲节的时候啊，那个日照中心就办了一个活动，母亲节活动。那我去的时候，我就发现啊，那个工作的人员把我妈妈扮成是像夏威夷女郎，就做穿那个塑胶草裙，然后头上戴着那个花的帽子。就我那时候，我心里就在想，糟糕了，我可能我妈妈心里会有受创伤的感觉。结果那一天晚上日照回来了以后，我妈妈就跟我说，她不想去日照了。我就跟她说，妈，为什么不想去？是不是今天你有什么不愉快吗？事实上，她在日照那边，这个工作人员啊，对他们都很好，都很帮忙。然后她就跟我说，我是装给你们看的。所以我妈妈觉得说，他今天他这样子，如果不装得笑一点的话，那这样的话对这些工作人员来讲，其实是很不礼貌。他觉得是这样。啊，你妈妈吃乌药丸啊？有啊，你吃乌药丸，你过去你这个派去哦，你若派去你就害哦。阿姨，你行头前，你行头前啊。我们带长辈走路，让他走成前面。他引导我们走路，不是我们引导他走路。等于是他自己在控制他自己。所以，因为我在照顾我妈妈3年的失智症里面，其实我也发现，我有很多的观念都是错误的。
因为我们太专业了，我们都是用我们专业角度去看，而住户的人，这个其实这个大家要去思考，你怎么让他去做他想做的事情嘛？像我妈妈，她喜欢种花，那外面日照花外面有花园啊，我就跟日照的工作人员说，你就让我妈妈去整理花圃，她就跟我说啊，万一跌倒怎么办？她跌倒我也不会怪你啊，她已经九十几岁了，我希望她去做她喜欢做的事情，结果外面又有公园又有花园，她出不去啊。那个我嫂子，哎，只有剩下我们两个人了。啊，以前四兄弟耶。四兄弟是的。哎，只有剩下我们两个女人。啊。全部都走了。大嫂几岁？您几岁？她八十，八十九啊，八十八了。那你八十一？对。要是我儿子在的话，五十五了。我儿子不在了。我觉得应该要去想的是，什么叫做生活品质？生活品质跟生活是什么关系？现在大概就是以社区而言，住的地方大概都会有所谓的社区照顾的关怀据点跟日间照顾的中心，这些政府设立的一些社会资源。那当然就是希望服务这些在地的一些长辈，那可是呢，是这些长辈期待的服务吗？是他们比较快乐，还是我们提供服务的人比较快乐？这些资源真的有到位吗？还是只是因为我需要这些长辈的签名，或者这些长辈来这些空间来符合我的这个服务提供者的需求啊，有来没摸。这边就是很，就是回归到原始，就是种田，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生活的形态了。反而是这种生活的方式，他们只要没有躺在床上，他们就一定会起来动。像他们下午通常都是聊天嘛，那我就会带小朋友加入。把妹的生活中，然后让小朋友很自然，把妹跟小朋友就会自然的互动，不用我说什么，说哦左边右三下，右边两下，然后他们就会跟着那个小朋友走走啊，或者是跟他互动啊，那这其实就是需要用到脑，也要需要去跟那个小朋友玩。破技，这个就是叫做破技。嗯，这个做高工呢？做高工啊，对啦。阿姨，唔过伊叫我来迄落呢，叫我来搓啊。安尼慢起来，哎，汤啊用水安尼煮，爱洗洗几下饼，安讲去煮，去煮爱煮两三点钟，安过唔免收单。安几点就来做啊？我六点来搓。因为他的作息，他可能平常就是早睡，五六点他就睡了，可能三四点就起床了。那这个在一般的人眼里，他就是失智，他可能是睡眠不足，那睡眠品质不好，需要去服药，然后来调整他的睡眠，让他跟我们一般认为的正常。然后呢，你会给他冠上很多的疾病的名称，然后希望他服用很多的药物，然后使用这些药物其实就是要为了配合你的工作需求。那这个地方就一按就，你看，哦，你看，要害在哪里？就断了，心脏啊，心脏啊，就在这边是，对，所以连这个也都是知识啊，对啊，都可以来教，对，防失智啊。那国家的政策更要去重新思考。那85%的老人怎么样让他活化他的能力，甚至让他的能力变成是可以照顾别人的能力，照顾自己也照顾别人，这时候就会衍生所谓的高龄人才再运用这样一个观点。打到心，那这样老人也不会觉得我每天闲着只是吃饭等死，我如果不愿意去社区 one more two more 的话。所以您今年几岁啊？我74。老了吧？
他们做飞，我们就搞飞卖呀、啊，啊，就这里的生活就是这样。好了。200好，谢谢。好，谢谢啦。好，我平时什么都不吃，不吃多。嗯。刚刚看了海会，自己摸了就不知道。嗯。对，阿卡汉的老爹没了。没了。65岁，现在依照台湾的劳基法的一个定义是，他是要被迫退休的。可是我们以活要老化这个概念是，我们觉得社会参与跟工作跟生产这一块，对一个人是很重要的生命价值，他不是只是为了钱。但是很多老人还是希望变成有生产力老人，他希望是有系统性的学习。这个导航老师要这个给你。我就无法度人提重，啊，佫行路也无方便，食物件也无方便。我胃吼胃已经开刀，提三分提一分起来。你若像安尼行，安尼行也行，有人只只脚全晕落，晕落吼全许。伊落医生叫我落爱开刀，我毋敢开啦。我七岁就爱骗小弟，佮煮饭佮饮茶饮。我这过81岁啊，我做几十趟啊。好，当啊去哦，擦到这手骨拢安酸啊，转来拢沙龙巴斯打几下地。即马感觉安怎？惯势啊啦，即马时间到了，讲啊，阮明仔载就带阮去食饭，去餐厅。我来拢是搞改，我不会炒那个大锅菜，他教我的，他叫我这样来，这样处理，啊，这个是，这是他的技巧。当时就真的是就是想说，我一定要去把这个这一关突破，所以我就跟女儿讲了，啊，女儿就跟我讲说，因为她也知道说这里是什么，在做什么，所以她就马上打给主任，啊，主任刚好在日本，她一口就答应了。来了以后呢，当然就是。在这边就会把所有的心伤的事情就慢慢的改善了。什么拢会同收家啊？生意容易。如果说有老人出来，毕竟也要有一个，应该有一个训练。比如说端这个，上次我就跟一个人，不好，我也是跟他讲不好意思，我说你要端茶给人家喝，一定要这样。不能，他就拿这样子拿，那把丢了哈。喂，阿妈，谢谢，谢谢。华侨哎，就是分配，有的人他可能口才比较好啊，他还可以接待客人啊，嘿呀、啊，啊，像有的人，哎、欸，他对数字比较敏感，像我们阿姨他们有的以前都做生意的啊，你跟他说套餐几个，然后五个起来多少钱，哦，他马上就算得出来了。不要把他们完全想成是年纪很大的人，有时候他们看的说不定比我们清楚。阿姨，你看，阿叔，其实来我们这边也是有一点那种效用。譬如说，对啊，他要端菜啊，他要洗菜啊，然后他要就是要走啊，嘿啊，就是他不会很自私的说来，咱起来运动。有时候他会，哎，我就做神呢，我无想要起来。可是他这样子走，他就变成哎，不自觉，他就是运动到了。那
我觉得来到这边之后，我觉得是对长辈来讲，他们开始有上班的感觉。对他来讲，他每天都是上班下班，所以他其实我觉得对工作他这边开始会有些期待。他会觉得说，他希望当一个，他自己会觉得他想当一个社会上有用的人，不要当一个只是一个类似一个只是一个享受生活的人而已。然后再来，他们其实也开始有一些收入。那我觉得有些时候他们可以做一些自己的准备，或者是其实我们会去讨论我们的未来。那我们其实拿到这些钱，我们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些安排？啊，我放假哦，哦，放了嘞。我技术较歹，无我都规条死路啊。无，我来讲。我拢安尼就转去啊。袂比头较硬。哦，安尼哦。较饱就较有迄个生意。哦。啊，较饱有即个面头好食的，啊，卖瓜都好啊。啊嘛，多谢恁来拢替阮做遮个代志呢。袂啦，多谢恁啦，互阮来遮，我才有即个面。哦。我们当然也会很担心他受伤，或跌倒。所以我们都会跟他们讲说要注意，要小心。阿姨，你先停下来一下哦，我今日要小心。你怎样？不会啊，好，我讲。可是某个层面很可爱的地方是，反而长辈怕我们受伤，就是当我们在帮忙的时候。是变成他在提醒我说，欸，你们用什么东西的时候，用刀子的时候你们要自己去注意啊，用刨刀的时候要小心。然后我觉得是彼此都会去关心那个安全的问题。好，那你吃好了，好了，好了，对我来。我内用的单那个绩效不好，那我们订便当，我们送出去，我们带，然后长辈也喜欢，就是跟着我们出去送菜。你们煮的菜很好呢。对呀，我阿妈的味道。那些吃便当的人就会直接给他们肯定，而不是透过我回来跟他们说，欸，人家说很好吃，其实对他们来讲是没感觉的。伊最有责任感的，伊讲伊今仔日脚也酸，手也酸，无脚受伤，手也受伤，脚发炎。哎呀！你拢放工只咧煎了，哪有可能高兴？对对无？连赞美都要有一些技巧，所以可能你赞美到了 A 长辈的时候，那 B 阿妈的时候，你就要去注意到他的一些需求。那有时候我们就会用的是私底下的赞美的方式，让他知道说，其实你也是非常的优秀。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可以去打破他们的界限，然后去看到他们可能谁跟谁，他其实对他没有那么大的排斥，然后让他变成一个好朋友。我们的食堂对他们来讲，会让他觉得说，他其实在这里找到他人生的另外一个春天。所以会需要服务员跟社工员了解长辈的一些心路的发展，然后呢，再来在那边鼓励他，把他的潜能。所以一个潜能是他本来就已经有的，所以让他发挥下去。那另外一个潜能是他没有的，他其实之前也不会的，可是不代表他不能再学习啊。可以。我还可以啦，我都身体还不错了。我你炒完啦，炒完啦，这家你也来，这家你也来，你也来来坐。啊，这酒喝下去，这酒喝下去，啊来烤。你八十个无？七十个。七十个，我听你安尼啦。八十个我啦。这个一定可以哦。还要再讲一讲，那绝对不是65岁以上才需要做，甚至现在40岁、50岁的人都要翻转他的观点，因为他从生活做起，他要先提升他自己的生活的价值跟照顾理念，他才有办法去创造未来值得快乐的一个人生哈。否则的话，他会用这种过于焦急跟过于这个焦躁的方式，然后就过度疾病化。我想他可能每天为了生病就会更辛苦哈。那因为以老人来讲，谁没病？很多老人讲了，谁没病？慢性病的发生率这么高，但如何跟疾病共处，如何跟疾病好好的管理，做好好的生活管理，那就是才会有快乐的人生。好，那我们期待大家一起努力，这个社会老人到超高龄，不管是变成10个有5个老人或怎么样 ，maybe 我们还是一个快乐的天堂。